死了，帅哥摇得比我好啊！哎呀，直播间一万人了，直播间一万人，他们都想看保时捷。直播间一万人，是不是都想看保时捷？这样子好不好？直播间有一万个人，我想看看我直播一万人中间到底有多少神豪，有多少对于这个一个保时捷完全不放在眼里的。我来数一波三二一好不好？我想看一下直播间有多少人能够送出保时捷。我来数一波三二一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让胖胖来摇一下。好，等一会儿。来，哥哥姐们，你们觉得我数三二一，直播间会出现多少辆保时捷？把你们的数字打在屏幕上。我们家的哥哥姐们，我这次我不自己数，这次我要带上我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数三二一。我还没数呢，一起来数。有人说一辆都没有，有人说会有三辆，有人说十辆，我们来敬请期待好不好？因为我心里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，我不知道我直播有多少神豪，有多少人啊？来，我试一下，来，一起数，来，三。我不能看，我不能看，我看着我紧张。啊！你们告诉我有没有，好不好？一，保时捷！谢谢我吴先生，感谢我开心笨蛋，谢谢我平平安哥，感谢我八七哥，谢谢我闭嘴哥，还有。感谢我香风哥，感谢我爱人哥，谢谢我三四四哥哥。我大哥帅不帅？帅。我大哥萌不萌？萌。直播间还有没有？有。来，我的妈呀，太帅了吧！再来一遍，帅不帅？帅。还有没有？有。再来一遍。算了，不来了，喊不出来。谢谢我们吴先生，感谢我霸气哥，谢闭嘴哥，我们的拥抱大海哥，小段段，我们的三四四哥哥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们，进入安然哥。来，那么接下来给你们来一首，有几辆来着？五辆。我再来唱一首歌，唱一首最近抖音上很火的歌，喊一个嘉年华，我应该喊不出来，等一会儿好不好？我先来一个苹果香送给直播间的哥哥姐们，你们想让我喊嘉年华是不是？我唱完苹果香，我来试一下，喊不出来不能怪我，好不好？因为嘉年华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可望而不可得。来，一首苹果香送给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也送给现场的哥哥姐们，还有送给我们的榜一大哥。She was